蛋蛋，是小 P。今天来到苏澳这个地方要干嘛？开玩笑，大家苏澳冷泉咯。真的哦？那你有没有泡过？哎呦哎，好冷哦，超消暑的。真的？是啊，那你有来过吗？没有哎，可是我听人家说是比较好。那我们进去看看好了。好，走。苏澳冷泉的泉温今年保持约22度，水色非常清澈哦。冷泉早期未被发现的时候，当地的人都误以为泉水有毒，所以都不敢轻易尝试浸泡。直到民国前19年，日本军人竹中信景无意喝下泉水之后，精神就变得超级好的。但是事实证明了，冷泉不但没有毒性，还可以制成清凉饮料和汽水。小马，你怎么在这边呢？我在这里工作啊。这个怎么会在这边？没有啊，我们来拍苏澳冷泉的介绍。哦，原来如此，so the sky。哦，所以你暑假都在这里工作喽？对呀。那你对苏澳冷泉很了解喽？还 OK 啦。不然来给我们介绍苏澳冷泉好了。OK OK，Let's go Let's go。还不错啊，要不要走看？这里有分成大众池、汤屋个人池。还有泡脚区，通常大众池要冲那个池坝的时候就要挂泳帽，不然怕头发掉下去啊。然后汤屋的话就要去后面那里登记，泡脚区的话就是纯泡脚嘛，这样子。那边就有一个坑道啊，据说以前是军事用途用的，里面有蛮凉的感觉，但是有时候游客都不会走进去。但是还是会有一些好奇的会走进去的事。冷泉里面有个洞窟，它好像是要给日本军人逃亡用的，那里有条通到苏澳港的哦。小马好像说过，冷泉全世界只有两个地方有，一个在意大利，另一个就是在苏澳。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天桥，我们就好奇的走过去，走到上面往下看，发现好多我们其实还没看到的东西。对啊，我看到了小朋友的嬉戏，大人们悠闲的在一旁泡脚，还看到了跟我们一样正在拍照或者是录影的游客。这一项让我看起来好温馨哦。在这个没见到，好惨。都没有遇到事情。那你觉得今天怎么样呢？我觉得今天还不错啊，游客很多，很热闹的。对啊，他们今天玩水超消暑的，还有都想下去玩了。我觉得啊，如果里面的厕所、更衣室跟公共设备啊，能再多改进一点，就会更好。对啊，毕竟这是全台湾最特别的冷泉了。哦，请大家如果到苏澳，一定要记得来泡冷泉哦。我是小 P， 我是笨笨，拜拜。